大家好啊，咁我今日讲嘅题目系进入神嘅奇妙计划啦。咁其实圣经里边点样去展示啊进入神奇妙计划嘅咧？其实当中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经文嘅，其实就系诗篇139篇16至18节。我未成形嘅体质，你嘅眼早已看见了；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大家其实可以感受一下呢个嘅经文啊。其实呢度已经讲咗，我哋未成形嘅体质，即系话我哋未出世以先，神已经知道我哋，睇到我哋每一个，亦且系早有计划。而系你所定嘅日子个定字咧，原文系有解。塑造的意思，即是其实他比喻为一个图像去塑造我们，即是很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，而且呢他不单止是定日子那么简单，还将这些日子去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呢，写在他的册上面。你想想你重要的东西你都会找东西记下，神也都是这样做，很 sweet 的。其实这个举动就是会将每个人啊，我怎样塑造你，你第时的计划是什么，都用本簿写下。而他的意念不是很少，不是一版两版，我相信是写满整本簿，因为他的意念是比海沙更多，即是海沙数不数到，是数不到。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是在我们人生中每一个计划范畴，好像工作啊、侍奉啊、家庭啊、婚姻等等，都有他很完美的计划，甚至乎那个计划是超乎我们想象。但是其实虽然是这样说，即是真的是这样说，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出世就自动进入神的计划，我们都有些方法 去领受或者去配合神的计划的。圣经里面都有真理去说的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篇第一至到二节就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其实这个方法呢，有三个重点的，就是教你们怎样应用。第一就是将身体献上，在罗马书的12章1至2节里面讲，就是将身体献上的意思就是我将整个人给神，即是献给神，是一种侍奉，即象征一种侍奉，就是我们给神用，去回应他的呼召。第二个重点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即好像这幅图那样，我们不要被世界价值观或者负面影响去同化了自己，而是真的选择属神的价值观。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历程来的，你要即我们进入神的计划呢，其实呢都是要是一步一步去不断地去转化内心，破除一些难阻，跟主一起一步一步去进入他的计划里面。讲完真理的部分，怎样去理解这件事，我们又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可以做呢？其实我简单呢就归纳了几个重点嘅，咁我举个例子啦，咁多个范畴，我就举服侍上边啦，都我自己好希望想进入神嘅计划，项目啊，其实神喺我生命里边嗰个心意系啲乜嘢嘢咧？咁首先第一就系心中火热，即系腓立比书12章13节里边有讲，就系、是我哋立志行事啊，即系神喺我哋里边运行，为咗成就佢嘅美意。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都渴望进入神的计划，有个渴想在里面。其次就是察验和装备，即是你可以细察你的服侍范围里面可以做的事是什么啊，有什么事你可以提升去扩展啊，甚至是你想服侍的当中，其实生命里面有什么事去拦了你去进入一些服侍呢，你都可以去思考一下，与此同时都可以做一些装备，譬如神学上边啦，又或者是我可能咁理解，就是话读一些书籍啊咁样样咯。继而就是其实我觉得第二和第三点是好
好配合嘅，其實就係尋求同聆聽神，即係密不可分。即係你個過程係可能一邊尋求一邊再察驗，察驗咗先再去尋求主。去透過安靜啦、祈禱啦，啊睇下神，神對我哋咁 sweet 啦，有咁多計劃啦。咁神嘅諗法係啲乜嘢咧？我嘅諗法又啱唔啱神咁諗咧？再睇下神點樣去開路，去同自己講説話。繼而啦，真係你會慢慢會清楚知道，哎，啲門開咗喎，知道啊，神係要你去進入一個新嘅範疇，進入一個新嘅服事，甚至喺而家嘅服事裏邊啊，你可以做更加多嘢喎，咁就進入一個提升同擴展嘅階段嘅。縱然我講咗話有啲實際行動，但其實現實嘅層面裏邊咧，都係有啲難咗嘅，可能都會即係會難咗我哋去進入神嘅計劃。咁其實最常我哋遇到嘅難咗係啲乜嘢嘢咧？可能大家都有遇過，就係人嘅計劃啦，或者係對神嘅錯誤認知啦。人嘅計劃咧，就係譬如覺得自己計劃，可能有啲有 planning 嘅人，有計劃嘅人就會覺得啊，我已經 plan 咗 step one two three， 有第一步啊。咩一年計劃、五年計劃、十年計劃噶嘛？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自己計劃應該比神嘅計劃好啲啦。我自己有自己想做嘅嘢喎。甚至乎對神嘅諗法就可能覺得神係咪真係咁美善噶？我好似靠自己比神好啲喎又。除此之外，就可能啊，你有啲固有嘅心思意念、價值觀，都會影響你，可能係成為一個難阻，去難阻進入神嘅計劃。即係譬如對自己諗法。工作觀、家庭觀、侍奉觀、愛情觀，在中國社會裏面其中有一句是不是俗語呢，就說女子無才便是德。如果真的這樣看自己呢，可能這份你真的有領受到，神想你這樣擴展自己的領域，踏出 comfort zone， 可能你都不是的，我都本身是無才的，可能呢就很難了你 去跨越一個即係去向前走，即係同神去進入佢嘅計劃裏邊。此外就我認為啦，就是可能周遭一啲環境上邊嘅阻礙，譬如朋友嘅唔支持啊，可能一啲冷言冷語啊，事情唔順利嘅時候，你都會諗啊，不如都係可能唔做啦咁樣樣。可能呢啲難咗咧，都會環境上面的外在的東西都會影響到你怎樣去進入神，或者怎樣去配合神的計劃的。咁其實講完話啊，喺真理應用上邊啦，或者係實際上我哋點行動啦，其實我個人咧都有少少嘅自己嘅經驗去分享，都係喺服事上邊嘅。咁其實最近嘅就係同我老公啦、Joe 啦，咁咧就進入日本的宣教路。其實這個歷程不是一兩年的故事來的，那個 timeline 可能比較長，希望簡而言之去講，就都會都是跟剛才的四部曲，就是怎樣應用，怎樣去聆聽尋求。就是首先是心中火熱，有一些想法都是渴望進入神的計劃，但可能以前的我和現在的我有少少不同。單身的時候渴望去服侍主有的，想在主裏面尋夢，但呢大多是文字服侍。我有想過可能是外地又或者本地尋找一些文字服侍的機會，但到現在組織的家庭就渴望跟老公一起去服侍，即是我和一家必侍奉耶和華，一同去經歷，即是我心裏面有這些學想。咁第二啦，點樣察驗同裝備呢？其實個 timeline 比較長。咁我2008年翻獻恩堂嘅，咁2010年開始嗰陣時候，我嘅組長阿花咧就去提出咗一樣嘢，就話啊，其實你哋如果有興趣嘅地方，你哋可以關心一下嘅話，就可以參加一啲祈禱小組啊。咁我對日本文化好有興趣，咁我就揀咗一啲差會嘅日本祈禱小組咧去參與，了解到日本宣教或者係去日本做服侍係啲咩回事。咁咁啱又2011年就知道3.11大地震，又嗰年咧，我哋教會有搞台灣大阪短宣，最深刻嘅畫面就係大阪有個牧師，美國牧師牧咗會10年都帶唔到超過一個人信主，記得佢喺嗰個位嗰度喊嘅，我記得，即係我哋一班好似一行20几个人去做服侍嘅時候，嗰個畫面係好深刻。咁我記得之後我去旅行嘅時候咧，都會枕住
我揾一日啦，揾個朝頭早喺嗰度行區祈禱，又或者求神咧，俾我去遇到一啲教會，或者遇到嗰度嘅弟兄姊妹。所以其實你之後幾年，我都一直有留意日本嘅狀況，但同一時間，其實我生命裏邊有好多難阻。我嘅測驗係我個裏邊好破碎，即係就算我想進入或者渴慕服侍主，我都冇力。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嗰段時間就係我之後嗰段時有段時間係做生命處理嘅，去喺裏邊去神裏邊可能處理一啲罪啊，又或者係一啲唔討神喜悅嘅一啲諗法或者固有價值觀啊，咁去清理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我期間我有時參加啲祈禱會，有時聽到講文字宣教啊，都會諗啊，會唔會第時有機會去日本做服侍咧，或者做文字宣教咧？咁嗰時都正職都未同文字有關，到2015年咧，神即係我咁多年嘅行嘅路咧，神又帶領我去達成夢想，喺報館嗰度做到編輯。咁其實咧嗰年係我生命嘅大翻轉啊！即係我性格上邊或者我對人對事冇再怯啊！我諗認識我嘅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以前好驚，我諗係 fear 會好多，講嘢好窒，即係能夠企喺講台講嘢都好。好騰雞，但係呢一年係神讓我去接觸唔同嘅人，讓我去開闊眼界。我諗係軟件上邊去裝備咗我自己啊，去接觸唔同嘅人。同年咧，夢想達成就遇到我老公，嗰陣時未係老公。咁佢嗰陣時阿 Jo 咧就嚟出工場，做一年短宣。咁佢同我，佢嗰年開始我同佢 keep in touch 嘅。咁2018年4月就同佢結婚啦。咁佢搞蜜月旅行咧，都話：哎呀，Jamie， 我要帶你去，不如我哋唔好就咁玩啦，我哋去唔同教會去探訪下，我哋探索下聽將來點樣樣啦。咁我又了解下啊，當地嘅日本教會係啲乜嘢。咁當然嗰一年咧，其實我都有繼續去因為籌備完結婚婚禮啦，就又再翻聖經學院嗰度繼續讀書啦。嗰陣時有個心就係、是、啊，話唔定第時。我會去做宣教，或者10年8年之後去日本做宣教，咁繼續讀書啦。咁2019年咧，其實有同阿 Jo 去一間日本嘅教會去參與一個兒童夏令營。咁呢啲頭先有啲嘅測驗同裝備。咁我點樣去尋求同埋去聆聽神咧？其實咁多年，當然我嘅路都係一直去祈禱啊。以前就話祈文字服侍，去用文字榮耀你仲嗰陣時期未來嘅另一半都係話要以神為先愛主嘅，有宣教嘅心，係啦。總之我嘅理想對象嘅清單，阿 Jo 都嗰陣時係滿足到八成九成。咁組織嘅家庭之後，更加祈禱係我話家必侍奉耶和華。咁當咁樣祈禱嘅時候，其實2018年啱啱同佢結婚冇幾耐，就有啲好奇妙嘅事情發生咗。咁有一次啦，記得彭木同埋 Grace 姨姨都喺度嘅一個宣道員福音營咧，完結咗之後咧，有位 CBN 嘅姊妹行過嚟搭我膊頭，就同我講話：，喂，你好適合做兒童事工喎、哦，你頭先同啲兒童好好、哦、喎。你結咗婚未啊？我話啱啱結咗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我冇啊。哎，我話你祈禱，搭我膊頭祈禱。好，祝福你生養眾多，遍滿全地。跟住下一句就話：你哋將來會成為宣教家庭，你嘅隊你會有你嘅隊工，而你嘅小朋友就係你嘅隊工。我彷彿見到個圖畫就係咧，你第時去到一個咧偏遠嘅地方係乾地嚟去宣教咁樣樣。咁佢完咗呢個禱告之後咧，我好詫異，因為佢唔知道我背景，淨係喺呢一次服侍裏邊認識我。我同佢講話，我老公。都是想尋求下會第時去日本做宣教等等。後來傾完偈才知道這個同工是認識我老公的，好奇妙。跟住到2019年，我老公就說不如去探索一下，我們又祈禱，又再祈禱問一下神其實我第時是不是去日本的，因為那時候可能當我很安定很安舒做到雜誌記者，有份穩定的職業，開始將以前單身的時候想為主出去宣教那個心減退了少少。那我就祈禱跟神說我在香港很安穩，又有福音需要，為什麼不留在香港呢？那呢神那天的靈修我真的覺得 amazing， 就是神用了這節經文。其實我那刻是神，我感覺到是神跟我說話，就是保羅就說
保罗佢话佢咁样系立咗志，心志系要喺基督嘅名冇被传过嘅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正如经常所记，没有听过佢嘅人将要看见，没有听见过的人将要领悟。我觉得，唉，第一下就大镬啦，第二下就觉得啊，系，其实神话啊，其实佢嘅心意都系想一啲喺好多人冇听过福音嘅地方去传福音。咁仿佛嗰阵时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神，你好似真系想我去日本做一啲事情。咁喺2019年尾咧，连我老公就开始真系踏上去，先咧加入咗个差会去做宣教童工，真系佢用信心啊，即系自求身金嘅形式去踏上。其实佢嘅动作都鼓励咗作为我老婆，即系作为佢老婆嘅我，就系我学到就系啊喺经济上全然去依靠神，真系唔系靠一个机构去供养我哋嘅时候，系真系好真实。神有好多嘅祝福，好多嘅开门，我哋结识到唔同嘅弟兄姊妹或者牧者，佢哋嘅分享都令到我哋嘅生命好提升。我感觉到啊，进入神嘅计划，当你一踏入去嘅时候，神就会俾你睇到好多，你经历到好多你以前冇经历过、冇谂到嘅嘢，系真系好奇妙。咁今年嘅1月啦，我个女圈圈出咗世啦。咁今年年中咧，我哋一家咧，都再有个决定，就系都决定预计下年啊，就去日本长宣。咁今年嘅8月咧，我都祈祷嘅。咁祈祷嘅过程都话啊，如果公司太过差，我就辞职啦。我原本谂住下年辞职，咁但系今年就真系有啲事情发生咗，我就决定全职辞咗，即系辞咗杂志编辑，就做一个全职妈妈。对我嚟讲，做全职妈妈都系个扩展嘅领域，即系我以前冇做过，同埋冇谂过自己系一个妈妈嘅身份去预备自己进入工场咁样样。但系我同我老公开始踏上嘅嗰一刻咧，就发觉啊，原来同神一齐，即系你经历过你嘅测验、寻求，再去尝试跟住神踏出嗰一步咧，有好多奇妙嘅意想不到嘅嘢就会发生，即系好多好开嘅门啦、譬如话啊，日本嘅牧者会为我哋申请 visa，或者我哋意想不到嘅弟兄会预备一个居所俾我哋，第时候长宣嘅时候可以用个好低廉嘅价钱去租住去嗰度啊！仿佛就系、是、啊，神真系知道拣啱咗佢嘅，即系摸中咗佢嘅心跳，佢嘅心意，佢就自然会慢慢为我哋开路，并且系越做越有啊！你心里边个 passion 会好好感受到当中同神一齐去进入佢计划里边嗰种喜乐，唔单止祝福我哋嘅神嘅开门，系祝福到身边嘅每个人，即系睇到我哋嘅行为啊，佢哋都话啊，原来神系咁奇妙、咁真实嘅，真系唔系净系纸上谈兵。经文里边所展述，所以就系咯，透过我今日嘅分享，都好想去祝福大家，又可以默想下头先诗篇139篇嗰节经文啦。究竟海沙咁多嘅意念啊，喺你身上又系啲乜嘢嘢咧？又可以试下点去嚟去同神倾下偈啊，领受下神俾你一啲嘅说话，一啲嘅谂法，系啦。咁我今日嘅分享系咁多，多谢各位啊。